33蚊嘅旺彩，亦都搞掂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8場3班，1200米短途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全部都出得好齊啊！較為快啲嘅馬中檔有旺彩、內欄仔仔、女女亮亮的啊，咁啊再喺外邊有天歡笑啊！咁啊跟住後邊嘅馬匹啦，有呢只咧就勁出過河噶，後邊內欄就係呢只熱刺小馬，再喺外邊咧就有呢個聖霸神區啦，中間快人一步啦，內欄尾四清新空氣，尾三多多利。再後面的馬有呢只進蹄飛橙衫嘅，包尾係心秒獵鷹啊！跑到對面直佬中尾段，天歡笑喺出邊佔先啊！中檔有旺彩，咁啊內欄仔仔女女啊，落下三個身位咧，勁卒過河響呢個第四啊！第五亮亮的再後面的馬咧，仲有聖霸神區啦，咁啊同埋熱刺小馬啦，尾五位置啦，咁啊藍色眼罩啊快人一步啊，尾四清新空氣，尾三多多利，後面兩隻進蹄飛同埋內欄呢只咧就係心秒獵鷹嚟噶。好啦，入直佬咁滯啦，前面仔仔女女就一路壓。住呢只咧就旺彩嚟跑噶，內欄攝上嚟啦，勁出過河噶。咁啊，再見到咧中檔亮亮的追緊啦，外邊有聖霸神區，中間清新空氣，最後100米仔仔女女佔先啦。旺彩出邊，埋邊勁出過河，一路好似唔係好夠位咁啊。外邊上緊嚟，仲有亮亮的快人一步，接近終點啦。仔仔女女輕榜贏啊，第二名咧就係勁出過河啊，第三名快人一步，第四名係亮亮的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只仔仔女女成功真係。個一檔真係幫呢只馬好多，結果贏馬，勁出過第二快人一步，第三亮亮的第四，榜輕之利啦，喺前面一路走啊！呢一隻仔仔女女，結果呢一隻要讓佢13磅啊，勁出過追唔到喎。跑第三咧就係呢只快人一步啦，第四就係亮亮的啊。都犀利嘅快人一步。冇錯啦，排喺三檔，見到蔡明兆先望望入邊，上咗嚟甩，咁啊添歡笑呢啲有 order 走啦，熱咗身添啦。喂，其實亮亮的呢度頭先有少少跳一跳喎，係啊，而家收翻落嚟內欄嘅第五位，但係入到直路要掟翻出嚟追啊喂！喂，但係嗰只添歡笑都亂曬大龍喎，呢只都預咗啦，你賣唔到條欄好難跑嘅呢只馬，不過勁出過河呢啲位。都同真誠真意一樣啊嚇，諗住都收少個賓都唔濟嘅。有個磅位有個成13磅嘅差距嘅，但係都滿意㗎啦，唯有你都要接受。輸咗 win 應該都楞到條 Q 嘅。多多利又點啊？而家喺尾三嘅位置掟到咁外，好尷尬。而家呢只馬嗰個路程嗰個適應咧，真係尷尬。跑短佢成日追追嚟追去追唔切，1400又未到喎，咁有火候。喂，呢只亮亮的都唔係講玩嘅喎。分段時間啦，頭兩段都係中等披成嘅啫，23秒94，第二段22秒9，半末段23秒37，總時間1分10秒26，慢過標準時間1:01。